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主持人晴雯。玩过许多地城冒险的玩家，可能都会觉得游戏内容好像都大同小异。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新作可就不一样咯，把俄罗斯方块的组合结合到战术和解谜当中，赶快一起来瞧瞧吧。今天要介绍的 Loot River 是款独立团队所研发的动作游戏，游戏采用 roguelike 的方式来随机产生迷宫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移动画面中各式各样形状的板块来组合地形。在这多样的地下城当中，玩家会遇到许多怪兽或是迷失的旅人和 boss 等等，只要活用板块的组合，甚至可以玩弄怪物与鼓掌之间，还是前往隐藏的地点获得强大的武器和装备。开发团队表示，游戏结合了即时战斗、黑暗灵魂的黑暗奇幻风格、俄罗斯方块的空间移动，可谓充满创新的动作游戏新作。游戏预定在 Steam、Xbox 系列平台推出，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好好关注后续消息哦。